子走。啊？什么？有一点。我换了一个记忆卡，现在看起来 OK。好啊，就是现在你这个方向。啊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啊！因为我往后面一点才是那边才是湖啊。没错，你回头看啊，湖在那边。下面有一台车子反光，刚好反到我们这边来，亮亮的。好，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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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嗯，先不要。对啊，因为老是站同一边的话，我现在是左脚很酸。隧道，那是负责人员吗？那就滑到隧道那边，然后就橘色泡泡那边。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又有一个炮弹出现了。他会帮你清干净上面啊，他们在 line up。就进去一下。都擦冰呢，你看板子上都擦冰。先拍一拍。就拿出来的啊，自己放吗？就这样。哎，这个是，这是管理人员，我以为是普通的。那先帮你把上面的血喷一喷，然后按个钮就开先进了，请自己去操控了。好像那个自助洗车啊，哈。我是普通的路。Hello。所以你说有没有分 ski 跟 snowboard？ 结论是都一样。帮你配一下。啊，去出口等啊。哎，那个都懂啊。
トンネル。怎么就喷了一层在上面呢？根本就喷了一层在上面。对啊，干的。对，应该不是说干的，应该是说硬的。应该说它是变冷硬化，所以你放在雪面上，那就硬了。真的也没有人走优先呢，大家都走里面。自己吹上去，有点往上。二楼，我们就是二楼啊。不是这一栋。我们就是那一栋啊。阿宋。连这里都这样子了，那旅馆的应该更惨。旅馆红线才看得到湖，啊，绿线看得到湖的一点点。绝景比较好。绝景，朱苗带。前面那台车，我好像会不会太厉害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你不觉得它晃得很厉害吗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夹得蛮紧的吗？什么叫夹得蛮紧？把我们把车子夹两肩上夹得很紧，它为什么这样一直摆动？它摆也没差、啊。你要说的是说它为什么摆？不过这是那种变速缆车。对，我脚踏。君が隣にいる時間は。看什么？白色是左边，这边还有一栋。嗯，这种雪质我看也不用管那个什么录影的东西。录影？帮你动态录影。不错，这个还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滑下来要挑哪一道呢？本来觉得这两道。
道都是草。对，不管哪一道，我觉得都是草这种感觉。都是草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看到去厕所路上，他有贴小学生应该是免费，礼拜六。免费啊，但是他说有限制。对啊，我一看到一开始是说 lesson 免费，我说哦，结果下面取消，小孩子，我就啊。他就是使出很多招数吸引大家来。我觉得你不觉得这个，你要把这个跟那个。要把这个跟万座温泉比的话，万座温泉还算是比较远。对啊，很来很。时间距离，时间距离。是下车后，再一个小时到。万座温泉的总时间距离啊，是你先到清景泽、嗯，然后接着再坐两小时的车，快两小时的车。所以是三小时多啊，这也时间距离严格讲、嗯、是十点半到，十点半到。所以我你要说到雪场，如果你是说不来直接下车，对对对，那十五分钟就到了、嗯。对啊，快三小时。对啊，月后汤泽真的超方便。然后月后汤泽哦，月后汤泽要看滑哪个雪场。因为汤泽坐车加一点点时间，哦，这样子算。哦，不过这个雪场的问题是他放太多流行音乐了。不过我是没差，我又不是要谁去看，我只要自己找得到就可以了。自己的账号一定看得到、啊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觉得这感觉，这种形状就像是下过雨那种形状吗？它只是融过而已。很惨。很写实，很好。所以这里就是朱苗带 Telas 吗？两个 Telas 都是吃烤肉。不过做烤肉这件事情也算是一种噱头，有烤肉的雪场都很喜欢说他有烤肉。对啊，烤肉不会耗时很久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选左边好了，右边的上面也是没有没草。我们把这个上面没开，你说这些人怎么上去的？左边有，左前方有，那就再上去啊，看上面的雪是怎样。不过上面也都是草，好，就滑一次就对了。他放了很多棒棒，你看棒棒啊，烧肉，嗯，后面有的那个直接停下来，嗯，是上面有车子没有推到还是怎样？没有，跟上面没关系。那个 lift 它写往左，看烧肉。大家都在吗？初级者 course。那边呢、啊？那一个。可是这个怎么也是没在动呢？还是它是从下面一路接上去？我们先走左边一路往下滑，没有动力了。请问你打蜡有差吗？暂时感觉不出来。还是它最下面一路接上去啊？这里来有个木头，这个是吗？哪里有木头？这个缆车一直都这么高啊，它是一路接上去的、啊。右转，然后什么？啊？右转。什么右转？这里有个木头的进去。啊？不是那个木头的进去吗？大家都去，我带了我小
哦，你说那里是进缆车的地方？哦，我懂了。太阳出来的、欸。也只有这条路啊。脚那边，所以好痛的，好痛，超痛的。因为这个的速度就是这样。哎，扣到我们这样前后晃动。现在我们椅子就前后，就是扣到那个下的力道。都是他们那边门口在要摔死，害我们不能直接进去，好用车。也还啊，还好了，还好。那他们的样子真的要摔死，要摔死啊！但是你不觉得以他们来讲，能上这个车算很有勇气？为什么要跟他们？就是中上级。你是说他们程度不太好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还是？但是其实你这样看上去感觉也没有很中上级啊。欸，我们会到云里面吗？不会吧。就现在突然间觉得这个雪场的特色怎么讲，好像就这样直直的呢。就是原来我觉得很大，但现在却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大。一眼就看完。对对对对，其实应该是说，不是说它不够大，而是说你心里的感觉，你会觉得说，就在这附近啊，这全部就这么大了，是心理上的感觉。就是不好玩，再来讲话。我觉得，嗯，有人戴安全帽都还会撞死，我讲出来会戴安全帽，真的。但是我后来仔细一想啊，我觉得啦。怎样？就是如果一样是 ski 跟 snowboard， 你在平路上滑，最轻松，完全不失力啊。那 ski 是最轻松，不用失力，因为两只脚可以平衡。但是 snowboard 连直直滑，它都要把重心定在正中间，不然平路滑重心没定好，也可以摔个狗吃屎。我觉得差别是这个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累了，我说准备要回去了，累了随随便便，那个时候我觉得像这个就，他虽然他歪了一下，但是我正要讲说，像这个的基础，我就觉得还不错啊。嗯，对啊。他们就是比较用方便，他用板面，肚子没办法滑。肚子可以平滑平推啊。哎，对啊。你是说一个直直的路要回去，他们还需要用钢鞭左右的那个游戏？可以不用，他可以平着滑。嗯，他平着滑，前面翘起来的那样滑。但是呢，因为你想要保持成这样子，你身体又要往左看，看前面，嗯，然后你屁股要一边，膝盖要一边，其实你的身体重心你要摆得很正，才有办法让这个板是平的。对，那你要是没有站得很平，突然间歪一边，然后勾一下，然后就不行。别变了。我还好。上面还是土啊。草洞比较多。我远远看，我说那个是不是馒头？结论是那些是草。好冷啊！突然觉得好冷，有一点。
脸上没有被那个面罩盖到的地方。你根本没有拉面罩啊。对啊，我看看我，你还好啊，我额头，你额头是开的。我觉得额头有点冷，你这样呢？好多了，就眼镜推上去。现在很好了，现在只是一点点微风，前进风哎，没有自然风，只有前进风哎。我突然间觉得前面的左边的外套是厚的外套吗？还是他的中层？觉得他的帽子很厚，有两层。还是说，其实我不要去找那种厚的外套，我以后我的中层我就是每次都要穿，然后买个薄的。就要像我一样买层皮啊？是吗？我就是只有买层皮。那我的重点只有在我要有那个缆车票那个，不过现在我已经标准配备我都会带了。我没有听过这首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是阿诺。是哦。听起来像。啊，他有个新动画，好像有他的，而且还片头片尾各一首的样子。嗯，我觉得滑这里。我觉得我练不到什么。哦，他都有擦擦。他有擦棒棒啊，就是说这边不要，那边不要。这段做完久。因为这个的速度就这样，这不是高速缆车，然后它长度又这么长，所以这样就拉到顶了呗。那一个这一个人，就是赖梅华，至少要练到这种程度。你说现在在动的那个，不过他也有偷混，他的转弯是用蒙的。他下去这个？没有，他是不行的。很多人下边下不来的感觉。现在大家在原地干什么？也许他们很害怕吧。因为有老师，然后教他们就在原地等。为什么我觉得突然间，为什么大家定在原地呢？就活着，就活着。应该说，这可能是很害怕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应该是还好。第一次滑我的 wax， 这个姿势跟讲的话有什么关联性吗？干嘛呢？左边也有一道吗？如果左边也有一道，我想先滑左边。嗯，好像都是草哎。对啊。他应该用线围起来的吧？这种状况。好像有断裂。他应该围起来了，因为我觉得好冷，我坐车坐得好冷。嗯，好冷哦。不过我记得他全面的雪道都是开放的。好，那就有草也开的，对。我觉得棒棒给你就好了。嗯嗯嗯。我觉得这一道之所以比较少人，是因为上半部大家就不想过来了。因为要把板子刮坏了。但是反过来，下半部会不会反而？好像也不行，啾啾啾啾！我觉得这个板子很脏哎，不行啊！这一道等最后一天再来。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人。就是他这样子，他就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。你看他找哪条路？这个很走右边，那个人走左边，粗的就没差了。就这样去了，哎，好可怜哦。嗯，这我们要走啊？走右边啊？也只有那边啊？这你要走这边吗？我觉得不要吧。绝对会把我的 wax 弄坏。哦，所以每次都要去弄一次那个保护一下。去上个位置，然后再那个。
扫雪注意，他已经放，先拍照再说，是吗？而且现在这个光线，我觉得好像看得出是个湖了。看得出是个湖，你要帮我照相吗？好，再来。很好笑啊！我每次这个都很高。你都塞不进去是吗？新手机太大吗？来，预备。好了。好，再来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有个人就是走过去了，是要下去吗？好了，可以的。我没有要走这边，我的猜测是这个最后一天我们再来就可以了，那时候他会补过雪了。但是比较宽啊，你不要跟大家走一样的路，这样子横跨过去就是一个弯，就跟这个绿色外套的一样路，就不会了。我先吗？不然你要我先。往前面那边，在你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前面跟着转，转过以后直直走就好，横切走了，走了就走了，走了。好了，贴远一点。所以大家都站着不动啊，就自己找路下去这样啊。所以全部人都只能站着啊。我有听到啊一声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在啊。
刚你有叫吗？还是别人在叫？我说，哎，这里也不错呢。我很远呐，而且这个颗粒我连测降都不大想。哎，拍得到哎，刚好。哦，我试试看测降，我觉得颗粒好多、哦。我觉得我很明显的用很害怕的姿势滑，然后脚小腿底下哦酸得要命，这样就是用力重心跑掉，用太多力道，很难弄啊，就自己在害怕这样。脚血那么惨，哦，脚很酸，脚很酸，很累。不要了，上来好像没什么好玩的，但是就是下去之前要拍的风景拍一拍。哎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整个湖哎。搞得小腿酸死了，这样。帮他拍一张好了。这个雪大，下次来可能就不是这样了。要拍一张，好像滑太远了，没有个坑坑洞洞没有拍。你问他们站在那里干嘛？因为不大想下。那个老师要教也很难教，不过那下个几次以后啊，下面绿线就会顺了。你也忘了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这里往右的话就只能坐那个缆车，所以只能直下就是哦。
但是啊，刚刚那个路牌旁边不是写说那个那边是初级吗？对啊，所以那边应该有往下的路啊，在哪？很不懂，还是应该是前面下右边那条路，我不懂。算了，我们先滑这条下去好了，也不知道右边是什么。你想走哪边？到底有没有太阳呢？只有你要找，你有吗？我有啊。哦，我的脚很酸。收什么？啊、你收什么？我收下去了。下去啊！你要走我后面是吗？嘿啊，我脚很酸了。你要下你就下。很大的声音，我就会回头看到我。我现在一直你就觉得好像有人在搞。走。
干嘛？哎呦！对啊，滑的脚底板超酸。对啊，反正到处都酸了。哦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只觉得好酸。幸好没有花钱。你说要回家就可以回家？不是不是不是要回家就可以回家，是说要休息也不觉得。他有这么懂，就我们飞机应该，但应该也不好意思给他留着。什么东西留着？中午的飞机。你想去喝饮料了，对吧？我也没带水来，确实有点想喝。哦，有有有有有，对对，去休息一下好了。我觉得去喝一下水啊。好帅！我一个干嘛学乌鸦叫？我滑三天，我脚没有酸过，这个酸。我也是啊，我也是啊。我之前还觉得说，哦，我滑都不用用力哦，结果今天最用力，我觉得小腿受不了的。总之现在想办法撑到那个中午吃饭那个左边那个缆车站的上面，把雪板放着，然后就去餐厅喝水休息。很痛，我的脚痛死了。所以你说滑雪学校是哪？右边。所以右边的滑雪学校跟右边的 restaurant 是吗？二楼就是 restaurant。对，啊，我们那个也是二楼，这边也是二楼，两个 restaurant 都是二楼。还是我们去另外一个 restaurant 休息看看。你又不知道那边怎么样。会没水是吗？对呀。好，那就以左边为准，走吧。啊？4:20的酷刑，一下，一下，暖冬真的是不行，恐怖的暖冬啊！好，我也酸臂了，今天的小腿运动量抵过之前三天。